我先说，今天我先说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2月15日，在过去的一整天冬奥赛场，有哪些大事发生呢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。北京时间2月14日，在自由式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中，谷爱凌身披红色战袍再度亮相。她在第一轮比赛中因落雪重心不稳，只拿到 57.28 分。而在第二轮比赛中完美发挥，拿到了 79.38 的高分，成功锁定决赛资格，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晋级决赛。北京时间2月14日，苏翊鸣出战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项目资格赛。在第一跳中，他完美演绎了内转1800的高难度动作，拿下 92.50 的高分。第二跳，他选择了外转1440的动作，由于落地失误，得到 62.75 分。第三跳，他冲击外转1800动作，但落地发生严重失误，最终只有28分。但凭借前两轮的良好发挥，苏翊鸣最终以 155.25 分名列第五进入决赛。北京时间2月14日，王诗玥和柳馨予身穿千里江山图出场，配乐是结合中国元素的功夫钢琴，他们在冰面上演绎了一场绝美的中国式浪漫。本场比赛中两个人配合默契，联合托举非常出色，总分 184.42 的成绩，刷新中国冰舞在冬奥会上的最好名次。北京时间2月14日，在空中技巧女子组决赛中，徐梦桃凭借完美一跳得到 108.61 分获得冠军，这不仅是我国获得的第五枚金牌，更是属于徐梦桃自己的第一块金牌。决赛一跳定胜负，徐梦桃顶住巨大的压力，上跳台速度很快，起跳高度充分，空中翻腾有力，没有瑕疵，稳稳落地，最终拿到高分。四站冬奥，16年的坚守，为热爱而战斗，追梦者终圆梦。先说早浏览赛事来预告，今天主火炬手赵嘉文将再度参加北欧两项赛事，先前他已经在北欧两项跳台滑雪的标准台和越野10公里中初次亮相，这次他将参加北欧两项跳台滑雪大跳台和越野10公里，希望他可以突破自我，再创佳绩，创造奇迹。今晚贾宗洋领衔出战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资格赛，贾宗洋在获得混合团体银牌过后，已经成为连续三届冬奥会获得奖牌的空中技巧选手，而这次出战的四名选手都有很大机会向决赛发起冲击，希望他们稳定发挥，成功晋级。先说看比赛，金牌早知道。今日中国小将苏翊鸣将迎来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项目的冠军角逐，该项目是他的主项，在资格赛当中以排名第五晋级。赛后采访中他表明，如果在决赛中对手的表现都很完美，他也会无惧失误，挑战自己的最高难度，努力冲金。 Daily Up 看热搜，先说你的观点。大家好，我是江湖 UP 主，今日热搜致敬冬奥赛场上的中国老将。北京时间2月14日晚，四届元老徐梦桃问鼎冠军，同样是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还有贾宗洋、齐广璞、刘佳宇、蔡雪桐，他们因热爱而不顾一切去追梦，他们的拼搏超越让人点赞，他们的坚守让人感佩，老将不老，薪火相传，他们用自己的态度诠释着中国精神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老将不易，运动员们最棒，老将不老，只因拼搏者永远年轻。冬奥赛场新鲜事，天天我先说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